于是寒的时阵，我阿爸对阿上好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阿妈，阿不是来参加莎莎李亚莎的记者会。我是金曲歌王萧煌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非常开心能够在这边，这次有这个机会来帮莎莎制作这个专辑，这个歌曲可以说是我莫大的荣幸，非常的荣幸。那这次的合作经验非常的愉快，尤其能够像这样子的美女跟这样子的美女，看她今天一袭的洋装，穿的黑白相间，而且头发又染得这么好看的这个颜色，我真的感觉到能够跟这样绝世的美女来搭配，是我最大的荣幸。黄奇老师，是是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在这里啊。啊，在这边是吧？玉林哥你好。真的，我是玉林哥。啊，我听声音。对。你刚刚说你看到莎莎穿着一袭非常美丽衣服，你怎么看得见？我刚刚有这样讲吗？有啊。是吗？是啊。所以是我露馅了吗？你卖个 gay 啊！是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连的邵大伦。欢迎邵大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大连哥，玉林哥你好，莎莎你好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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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们也是去年金曲奖有一起共同入围，对对对，金曲奖。对，在台下为他开心啊！哎呦，对啊，因为我也是本身非常信仰观世音菩萨，是是是，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今天来为莎莎赞声。今天听说你也特别带了一份礼物来。没有，因为是这样子，黄奇老师呢，他有这个寂静的行程，是，所以呢，就拜托小弟。